让我给你带的那批货我给你带过来了。纯吗？我办事你还不放心啊？上次你带来那批粉就不纯，没劲呢。上次确实是有情况，知道吧？试试这次的。试试，试试。滚！牛逼吧？哇，大叔，好高啊！我们坐电梯吧。哎呀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我们两个爬楼梯上去。你坑爹啊！爹，爬楼梯，好辛苦啊！大叔，这边请。好。你怎么打不开？你不会动动脑子吗？看看这个是推的还是拉的？你没看到这个是拉吗？拉，懂吗？好拉呀，好。哎呀，这样就对了嘛！来，开门。好。哎，大叔。哎，怎么？你是大明星，这种事情我来。哎，您请，您请，您请。谢谢。哎，大叔，嗯，您是大明星，这事儿怎么能亲自来？过来。大叔，您是大明星，这种事儿怎么能自己来呢？我来替您照吧，哈。他是要跟我，各位来宾，大家好。大叔，非常的高兴。我们是大明星，这怎么能您亲自来呢？我替您说。可以说呢，我们这部电影呢是拍得非常的辛苦，在这个过程当中呢，我们也付出了很多的努力。哎，大叔，你是大明星，干嘛？这种事您怎么能亲自来呢？干嘛？我替您要吧。哎，大叔。